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黑框眼镜的频道，我是冰恋。我们今天要继续在地层里冒险啦。我们上次打赢了旺财，不知道后面还有怎么样的 BOSS 在等着我们，那就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记按一下喜欢哦。那么我们就开始吧。这是，没想到我的魔犬护卫会输给一只僵尸，看来你也。不过你不也不是只会制造垃圾小兵啊，司令法师。哟，好久不见啦，菊。哦，不对，我听说你改名字了，现在得叫你森林之王。呵呵，是这个名字没错吧？立城，地下城尊贵又伟大的统治者，森林之王。你的部下扰乱了地城的自然秩序，他会因你的纵容付出代价的。学徒，看到那个全身冒着绿火怪人吗？好可怕哦！听说没朋友又没工作就会变那样哦。你现在想做什么？为了继承伟大人类无名，我要来回收我们之前写的书，好让我的学徒成为下一个魔物料理神厨。我记得这本就是你写的。不过，我想你忙着当地城大魔王，处理者都荒废光光了吧？亡灵无法进食，尝不到味道，不知自己食物之味的厨师如何能烹出感动人心的料理？烹饪对你我而言早已毫无意义，何况这座地层也没人类能。不知道他的脸，懒得听你讲话了，我要把书拿走了。多说无用，那本书你就拿走吧。但是别以为你的僵尸能以料理为名，在我的地层四处破坏。如今最重要的是地层的平衡，正能制造破坏与混乱的僵尸。无论你派出多少次，我都会用我的龙火将它全数烧尽。别怕啊，尽管到处跑，发现什么可以煮个食，那就对了。万能可靠的是你师傅，会用复活术在背后支持你的。看起来第二章应该在这里结束。终于走了，真受不了他。她是女的。前面通往乐活社区的二期入口，你会在里面找到我的另一个营地。社区深处现在变成一座小型的热带雨林，里面长满了大树和大塘啊。没错，为了成为顶尖的魔物厨师，你得继续习惯吃虫子。我们晚点在那见。我想先在这里发呆。怎么啦？我不是说要发呆吗？你怎么会觉得我还有话想说？快去练习煮新的料理。虽然你顶着一个死狼脸，但是我看得出来你想问八卦，对不对？看你的表现优良，又帮我打败旺财的份上，我就稍微分享一点小故事吧。不过刚刚那个冒着绿火的怪人森林之王认识很久了，我们以前曾经是在这里偷偷研究魔物料理，所以这里才有一本他写的魔物食厨。大蜘蛛跟大螳螂，脏啦！热带雨林，热带雨林可能会出现大蜘蛛，大蟑螂应该不会吧？我很怕大蜘蛛，很恐怖。其实大蚂蚁应该蛮可怕的。知道了，那魔物煮饭在以前是非法的，所以得偷偷来，然后。发生一件事，最后大家都死了。他发神经变成一个冒着火的火焰怪人。故事结束。想不到更多后续，就赶快给我练习下一本食谱。耶！二期食物食谱。我们来到了，哎呦，小庙。这个食材我们应该刚刚都看过。这是新的东西吗？这测试 DPS 的吗？这个打开就会比较多。87，最高到87。武器我们都测过了，所以不用。然后这是我们会回来的地方，就等于说我们死掉之后。我们就会从这里复活，这样。这是什么东西？强制手术，腰上小手手，永久获得攀墙跳能力。哦，蹬墙跳。是医生吗？可以让你在墙上爬来爬去，像蜘蛛一样吗？说真的，我第一次看到老板对员工这么好。我们骷髅可没有这么多员工福利，所以员工福利只有僵尸有吗？好，看过了，上去吧。哎呦，好酷哦！看一下哦，
有好轻松啊！下面那个怎么剪？感觉那边有路哎、欸，那边有路对不对？有哦，有哦，是讨厌的史莱姆人，这可以帮我们挡弹幕。哎，下去跟他单挑。错了，我错了。不，叉叉叉。啊，还有我们武器够长。哎呦，果然是小失落的秘传食谱——综合水产锅，把所有御寒水元素魔法的魔物扔进锅子里煮成汤。所以我们得到一个新的食谱。哇，这个好能跳啊！哎，为什么下面有一棵树？砍死它。然后这边，它摔下去了。我们下去捡一下好了。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好，捡到了。是蜘蛛网吗？我看死，我看到蜘蛛了。哎呦，蜘蛛看起来有点厉害、欸，可是好像也就这样而已。哦，它会黏住我，我发现了。好，我们拿到了猪肉，跳一跳去，还有一只鬼东西是猴子，好痛。哎、欸。啊！我们一插就树木就死了、欸。下面那是什么？好像没东西。哦，蜘蛛其实帮我们粘在上面也蛮好的吧？怎么？哎、欸，这个怎么上去？啊，从右边就好了。这里啊！哎呦，上面是什么？精怪，尖蜘蛛牙，尖端溢出翠绿色刺鼻的毒汁。哎呦，这是独眼鸡吗？等下他不是说螳螂吗？什么时候出现这种奇怪的生物？好，解决。眼虫触手，质感像藤蔓。这生物似乎是植物。你不是说是？你不是说是那个吗？这食物地层不是吗？哎哎哎，我要被插死了！啊！我先下来好了。嘿，解决，再一只。这边一个，哎、欸，直接插爆你，反正血会回嘛，怕的，这感觉很难上去、欸，啊，好，硬扛也是可以的。拿到了一个木质水枪，是过去居民遗留下来的玩具，不知为何被放在这，我标注为违禁品的箱子。然后这个地层呢，其实是禁止烹饪的，所以我们算是一个禁忌的存在。哎呦！哎呦，上面怎么那么多怪啊？一上去到处都是，哎呦，蜘蛛屁股！等一下，蜘蛛屁股喷出的丝一到空气就凝结了，所以我们有，哎哎。所以我们拿蜘蛛屁股要干嘛？嘿，杀光！这好难上去哦。啊，这里是不是有根？哦，没有。哇，从这里。哎呦，上不去哎、欸，过不去。从这里呢？不行。有，上来了。
哦，这关根本是跑酷，还好不难。这是什么？糖尿病？人民的希望？糖尿病是人民的希望？是这样说吗？不对吧？哎呦，我们的新料理，新料理。所有类型的伤害都会附带中毒，猪排毒素包脑内造成64点伤害，这个好厉害啊！弓箭拉满时可以哦，我们没有拿弓，所以我们要做这一个，但是我们已经满了，所以我们要把一个拿掉。铲除毒素就不要了吧，5秒25，然后这个是8秒64，这个显然比较划算。对，这是炸猪排，不过是蜘蛛的猪哦，有人想敢吃吗？我是不敢吃啦。然后这是我们的铁匠座，我们可以拿我们的新武器了吗？把史莱姆装在水枪里，瞄准方向射出一个史莱姆粘液弹，击中造成35点的伤害，好像还不错。这个是雷射光24点，这是35点，这个感觉比较好啊。但是我喜欢雷电，还是我们要换个武器，不然跟大家换个武器好了。有，这是怎样用？哦，好，那我们有一个东西要换掉，我们有一个碰到这个近战之类的击中魔法会造成一个3点伤害的包，这个不要，然后换一个比较好一点，看有什么啊？不然就两个毒素啊，好不好？来，两个毒素，两种毒素都来用，可以，出发，就往上走。痛！我是不是要被插死了？等一下，这是什么？它有保护色吗？好像有哦，要保护色哎。西米，该给我换把更好的菜刀了。好，我们更好的菜刀了，等一下回去就可以换了。卡住了，在哪？臭螳螂！有解决，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懂我在打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打什么。嘿，杀光，轻松，这把矛好厉害哦，我喜欢。感觉是要打 BOSS 吗？等一下，有两只，我注意到了有两只。解决，剩两滴血，这真的不要紧吗？我们要回到水里了。这是什么？会飞的！等一下，这是什么？会飞的螃蟹！你这个可以再夸张一点，知道怎么躲？哦，它会有一个水精灵的核心，这是蚬。这可以杀吗？这个鱼？不行啊，这个鱼不能杀。可以啊，蓝红鱼，红蓝相间的漂亮花纹。有杀掉了，再说它，我们再看它好不好吃好了，不知道它好不好吃。供体时间又是这个，哎呦，欢迎来到我的老家，好吧，其实这里只是我学生时期的宿舍，原来我们的老师傅以前住在这里啊。有的话再跟你说一些以前的故事吧，由于你的优良表现，我得尽快将一项超重要任务转交给你。注意到这块看板上的图样了吗？先别管其他旁边没有用的政治标语，这块看板正象征着离开地层的希望门星门。所以我们有机会离开这座地层吗？但是如果僵尸跑到街上去乱晃，不会吓死的吗？星门是一个借由政府借由压榨大量工程师与魔法师建造出来的超空间传送门哦。是能到达星门，大家就可以离开这又黑又混乱的鬼地方，把我们的魔物料理发扬光大。
但是一直以来，上层区域那个死脑筋森林王，千方百计的想要阻止我启动心门。我派出去的骷髅全部被他打倒了。哎，我的骷髅是不是不是不够强大，就是太笨？例如某个胖子，他在说谁啊？一定不是我们对吧？我们很瘦。哈哈，是自伟吗？我听到了哦。但是你的表现让我重新燃起了希望。离我们最近的一座新门是政府最初为了测试的原型一号机，它位于地表一座实验室里。我希望你帮我拖延森林之王行动，好让其他人可以把该搬的东西搬到新门里去。我不指望你能打到它，只要能为我们争取时间，直到我们抵达实验室就行了。这中的单就交给你了，我的学徒。我知道这绝对难不倒你，因为你是我教的，怎么这么厉害？好，看起来下一个是要打 BOSS 了。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地产冒险的话，请记得按一下喜欢，还有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或者是留言告诉我哦。那么，我是黑框眼镜的冰点，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